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鬼鬼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鬼灭之刃破晓。我们上一次拿到了第一把六刃刀，还有第一把的拔刀剑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来强化我们的刀了。那我们在 1.16.5 的拔刀剑呢，它的合成方式有点不一样。我们这边一开始的无名刀呢，要合成的话要有一个药魂铁锭，这个之前应该是用烧的，但现在是需要两个碎片加一个铁来合成。那这个药壶铁锭呢，加箱子，还有一个黄金呢，做出的是刀的组件哦。这个版本呢是用组件来跟刀做合成的。那这个呢，它刚好需求是末刀，我们用这个来合成，放到铁阵里面呢，消耗等级5的附魔等级，然后合成出来是利刃白鞘。这把刀呢是有刀鞘的，代表它是不会消失，砍坏的话它还会存在的一把刀哦，算是比较高级一点。那另外还有一把刀，我们可以先来制作的就是节月刀富桑哦，这边意外的蛮好做的。那它不用练，不用那刀魂一大堆，我们可以直接得到一把，这也是有刀鞘的刀。它是把原本木刀呢替换成铁的锋利的感觉。那节月刀富桑呢长这个样子，看起来就非常帅哇。我们那个刀还会收刀哎，1.16.5才有这么帅的动作吧？之前1.12应该是没有这样的状态，只是它目前这个好像并没有双刀流。然后我们按着右键集器呢，是这样，次元斩，每一个刀好像不太一样，不过这两把好像是一样的吗？对，这两把都是一样次元斩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如果拿拔刀剑咻的蹲下可以锁定敌人，那这把白鞘再升级上去呢，可以变成一个大太刀。那节月刀在这边呢已经是最终的形态了，它之后呢可以用各种的药魂去做强化哦，这在铁针敲一次它就可以升一级，伤害就会越来越高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已经有，哎呦，下面怎么有人？哦，他被卡在后面。叭叭叭叭叭叭，快速解决。宝剑在这种瞄准的时候呢，伤害还会增加，而且会有不同的攻击方式哦。所以在面对一般敌人的话，宝剑其实非常的强力。那主要是他没有什么冷却时间。然后我们那个刀，砍坏之后嘞，这个就要想办法再修理哦。所以那个药魂呢，我们会需要非常多。所以我们这样一直砍的话呢，有时候哇下弦欸，拔刀剑打得赢吗？我现在其实有点强了，我稍微有变强，欸，我好像打得赢哦，我刀爆了，等一下换一把换一把节月刀，我现在应该打得赢下弦了。哇，好多触手哦，拔刀剑的厉害，我们自动追踪，超级混乱火车开出来了。哇哦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吸不到血吸不到血，不妙不妙不妙！哇哇哇哇哇！欸，我们其实打得很棒，只是我的刀断了，我两把刀都砍断了，这个耐久太少了，不够打。砍断之后呢，伤害变很低，那我就没办法吸血了。我们刚刚完全是靠吸血把它吸回来的。我们那个下弦还在吗？我们可以复仇吗？不然我们就要雷之呼吸了。我们一样用电轰雷轰啊，消失了。哇，你看我的那个刀断在这边，那这边可以捡到我的魂哦，这是白鞘，这是耐久消耗完它喷出来的魂哦。这边喷出来的药魂碎片呢，就可以拿来修复，但这个修复呢，用小块的应该是比较赚，就是我们的强化等级会比较多，然后消耗的量会比较少。那反正这个刀其实就是一直强化上去呢，会慢慢变强的，所以这种拔刀剑是需要养的。慢慢用刀魂让它慢慢增强。那之前我们在打掠夺者塔的时候呢，这边捡到好多的心之碎片，这可以增加我们的血量，那也有力量的版本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，这个就直接提升哦。我们现在血量28，噔噔，有提升吗？我怎么消耗我的等级但血量怎么变少了？欸，怎么越吃越少？等一下，我的等级都吃没了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那我们的巫妇后面呢，那边其实应该就是我们的侠雾山，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。那金鱼鬼帮忙打一些鬼好了，锵锵锵锵锵，打得赢吗？光是白鞘这把刀哦，可以哦，协助杀死鬼了，收刀。那这边尸体好多，来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这个敌人哦，幽灵，啪，总打这种僵尸最快了。这家伙什么合同鬼，这是合同，长得好乐趣哦，很可爱的感觉。我的白鞘已经断了，换一下节月刀，啾啾啾啾啾 ，OK， 升级了。这边已经从魁呢慢慢提升到物了，接下来是钉跟柄。
那还有办法在上面吗？应该有到甲吧？那我们之后应该是可以到上弦，之后还可以鬼化，但我们先等成为最强上弦之后呢再说。那剩下的话，我们就是要打更多的鬼来提升我们能力，所以我们去这个侠雾山来看一下，这里应该是侠雾山没错吧？咚咚，这边还有一个塔，这个也是掠夺者。哎呦，有村民被关起来了耶！我来救你们了。哦，里面有钱呢，知道怎么进去？哦，在这边，知道怎么进去？你的门。里面好多钱哦！你的门在这儿啊！我有钻石长剑，什么东西这么好？哎呦，这边我发现这是什么东西？撕裂鬼！突然在这边冒出一只鬼来。这边的掠夺者塔下面还有一个中箭的骷髅，躺着中箭的骷髅村民，太好笑了吧？那现在这种元104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打得赢了呢？哦，据说这是锻炼我们用的机器人呢，打得到吗？啊，我们现在应该不会一刀死了。哦，只是我那个刀跟他拼剑，这个也太强了吧？哎，拼不太赢哎，我会被击退，拔刀剑拼不太赢，哇，直接被打飞。那击退能力怎么那么强？我们这边硬跟他硬砍，跟他对剑，有点厉害。拔刀剑居然，哦，被打太远了吧？拔刀剑居然占于劣势，锵锵锵锵锵。哇，我会被打飞！哇哦，次元斩，这个有点斩不到，距离没那么远。哇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又被打飞了，我又回来了。OK，血量他剩一半了，可以哦。我们现在血量变多，然后有抗性在了，毕竟我们现在是鬼杀队的成员了，有变强。电轰雷轰，现在有轰到吗？没有，主要是他的击退能力太麻烦了。哇，又被打飞了。我又回来了，OK，送你一个次元斩，然后哇，羊驼商人突然冒出来，这末朝的时候，哇，受死吧，解决他，锵锵锵锵锵，非常混乱的一战，打赢了啊，但是什么都没有吗？啊，我们打赢这个什么都不会掉哦，这个难道是炭治郎的师傅吗？这个瓦他刀。好想要哦！这个如果能对抗他的话，他的抗性是四级，力量是九级。我现在我自己的能力力量有到，力量还蛮高的，抗性只有二。这个嘛，好像很强。师傅可能有点强，但是拔刀剑，哎，拔刀剑能不能偷砍？我，很痛很痛很痛，我被打到很痛，不行不行，不愧是师傅，我先走了，再会。我直接飘走，他追过来了，他追过来了，哦，好像很危险。好，他在水中会不会比较？哦，来来来来，深深流转，哇，进来进来了，哦，不愧是师傅，我的拔刀剑打不赢啊，太强了。好，等之后变得更强一点再说。哦，总之之后还是要挑战他们，然后去得到他们的刀。那我想把之前我们收集到的藤花毒呢，把它做成飞剑的版本，我们来丢鬼看看。那我们就用杀鬼得到一个无常的血，那还有一个蛊。这蛊的话有一个阴坡，哇，这有不同的血鬼术吗？好像没有。这边用蛊来敲一下幽魂，死掉了。等一下这蛊怪不会是超强吧？震一下就死掉了。金鱼鬼震一下多少？十几滴的伤害。嘣，哦，我变成钉了，我又更强了。然后这家伙是皮鱼，这蛊意外的很强而且它是远距离大范围爆破，有点厉害，音波攻击原来那么强，这边一个又有下弦的吗？在哪边？在这边，来攻击他，蛊身，来哦，嘣嘣嘣，这样好像就炸得到嘞，哎呦，这边好多人，守鬼轰下去，嘣嘣嘣。只是这个没办法吸到血就是了，意外的有点厉害，嘣嘣嘣！我们这个刀有时候伤害不够，因为我现在刀断了，所以有时候他鬼哇打到链柱了，救命！抱歉，链柱要追我了，哇，那边不妙，哇，那个家伙，这应该是某个上弦啊，链柱来了，完蛋，链柱走了，链柱又来追我了，哇，有点帅，链柱会不会其实柱比较好打啊？
说不定我们打得赢树哎，因为我们的断刀，只是断刀对他来说没什么伤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打不赢。我哎、欸，我好像又打得赢了。我们必须就是累积我们那个右上角的评价，就是连级的分数，越高连级，我们那个会越来越强，可以吗？我好像不太行，被剑姬回到的话有点痛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还是离开好了。啊，这边还有天元在打，我们稍微离开点。啊，炼柱不要再追我了。那这边我决定呢，再多点一点吸血的能力哦。这生命偷取真的好棒哦！要是我们能累积到100%，那我不就无敌了吗？砍十滴补十滴，现在可以吸到大概30%。那夜晚的侠雾山哇，变成饼了。夜晚的侠雾山哦，上弦快越，吃我的藤花毒哇哦！吃我藤花毒啦，有事吗？好像也还好，好像没有到就是可以快速解决它，好痛哦，救命哦！上弦我现在还是不太会飞过来了，上弦我还是不太行，但是我更会飞，抱歉了，一大堆上弦下弦落玉盘，到处都是他们。那这边我先去这个阳光山，非常陡峭的地方，这个呢？这个是哦，星星飞矿，这个也要，但是另外一种要有一个高纯度的。那这边多挖一下，它会有掉不同的矿石。这边有分飞沙铁，还有一个飞矿石，那这个应该比较稀有。那这各两个呢，就可以打造一把日轮刀了。我们可以直接再做一把，然后我们来握一下，岩系的，太好了，我有岩之呼吸了。噔噔，但这把不是大哥的那一把，然后招式也是够多啦，火系的招式特别多。岩虎，但这个冷却哦，它是共通冷却耶，所以我们放了一个剑技之后也有一点时间不能再放剑技，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拔刀剑切换的时候了。哦，这个就是高纯度的星星飞沙矿，但这个要钻石镐才挖得了，我们还没有钻石耶，糟糕，我们可能稍微要有一个地方做一个落脚处，把东西存放一下，那我们才会比较好做事。像是我们的 Tinker 的工具都还没做，那我们要做一个大熔炉来烧铁啦，然后做成更高等的金属工具才行。哇，找到纳田蜘蛛山，这边是任务四。哇，这边可能有更高的危险哦，这应该会有一些事件在。哎呦，那边怎么有一只燃烧的野猪？燃烧野猪，这个野猪其实可以骑。哦，骑猪骑猪，野猪骑士来咯。哦，它的移动速度快到有点跑不动。不不不不。我们的火焰野猪骑士看起来好强哦。那这边差不多晚上了，我们要来攻略这个。啪！哎，猪没了，猪怎么变烤猪哦？完蛋 ！OK， 我们来看下蜘蛛山会不会遇到蜘蛛呢？我们就带着炎之呼吸跟我的拔刀剑来攻略一下。我这个鬼血好多、哦，啪啪啪啪啪！鬼杀十，嗯，才十吗？杀那么久，鬼的变形手，哎。现在这连一般的鬼都有武器了，哇、哦！这时候如果双持的话也是蛮帅的诶，它会有一些特效在，但它没有特殊的招式就是了。哦，这家伙累的姐姐，先从姐姐下手。哦，在爆炸了，累要来了吗？不对，这个累的父亲，全家都来了，全都砍。哦，父亲血好多。哦，姐姐哦，他把人家包在茧里的那个嘛，我砍。OK，、哦、这个意外的很耐打，拔刀剑加油。嗯 ，OK， 还没死哎。再来这个蛇鬼，蛇鬼解决一下。哦，各种鬼都来了，没事，敌人越多，我可以造成越多伤害，吸的血也越多，这样子我应该就是无敌状态了。只要我可以一直攻击，脚鬼也来，都是一些小鬼们，受死，再来。我们是要把累的全家都解决掉。哎，骰子牛肉前辈，哎，合同鬼又来了，啾啾啾啾！哦，我看到又穿钻石装的，你是不是有好东西呢？哎，这是猪人哎，僵尸猪人，这只是特殊的。哦，血超多，血有700滴，我没有看错。哎 ，nice， 乙的。哦，我快变成甲等了，钻石装。史诗又有了，附魔能力增加12，哎，这个很强哎，这应该会比我的鬼杀队队服还强一些。
其实我们最后还是要换钻石。那我现在这个神话应该是真的是最强最强啊！这个到底能不能吃啊？我怎么好像吃了不会增加血量？这里呢，无头鬼，没有看过这一只哎啊！那是泪吗？等一下，泪遇到泪了，泪本人来下弦，血量180几，锵锵锵锵锵锵锵，直接砍，哇，很耐打哎！我们现在已经乙级了，打起来是有点辛苦。哎，他去哪了？他有点被打了、啊，飞出去了。哇，一次有两只下弦呢。一次两只的话会不会太硬？以我现在能力打得赢吗？我要卡在这个水上，泪快打赢了。受死吧！你看我的刀，哇、哦，大招来了。我的泪解决了吗？还没死。哎，泪跑去哪了？在这边五滴血为什么打不死？有了血战下弦之舞，我变成甲了。还有一个配狼，再打一次，哇哦，两个被打飞。再来一次，高速战斗，哇哇，他这个枪有点麻烦，我没办法斩子弹，还是我斩不掉嘞。不过现在我们提升到甲级之后呢，只要再打败一个十二鬼月呢，我就可以成为柱了。哎，这边沙漠遇到另外一只配狼，复仇了。跟你复仇，开砍！哦，岩柱也来了，岩柱也来了！哇哦，我用拔刀剑的话，岩柱一起砍！哦，修！不行，不能一起砍我！哦，岩柱来了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！我们先等等，怕岩柱一个飞过来，我偷偷丢个藤花毒好了。哎，为什么都在打我？哦，岩虎来了，哎，炼柱也来了。大哥不要，先打那个配狼，搞什么？我要丢毒喽！是我的，哎，我被炼狱狮兽王杀死了。大哥，我错了。这边我们要再战这个配狼，呼吸法可以达到吗？我们换电的，直接砍。哦，他丢炸药了。哇，这么近居然丢炸药，太狠了吧！水中战斗，哇哦，有点难打哎、欸。这个虽然是下弦，但我们的拔刀剑能造成伤害真的不高。然后我们的呼吸法会把它打飞。哦，它变身了，搭配上武装了，施毒啦，藤花毒，叮，可以吗？勉强吸了回来，可以哦。他剩下20几滴了，平常我们就用拔刀剑跟他对砍一下，然后呢，呼吸法，我成为柱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谢谢大家，我这边有拿到他的枪，另外地上这边呢还有泪的血鬼术，这边都拿到手了，成为柱之后呢，我们该有跟上弦一战的能力了，只是我们现在的拔刀剑可能要再做一把更强的，我们要把它再升级上去，所以我们之后要去找新的材料，然后再花点等级来打造它。我们两把刀都需要，两种不管是入门刀还是拔刀剑都需要来做切换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集呢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大家喜欢这系列呢，别忘按个喜欢让我知道，越多喜欢我们就会越快更新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